晚上不让探视，你咋进来的？非常时期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可是你学坏了。谁让我死？我给你打电话都不接。你给我打了吗？我睡太死了，没听着。咋的了？行了行了，我已经联系白金教授了，我把司藤小姐的情况已经告诉他了。 这么快就不行了吗？哎，叶夫人，秦放，司藤不好了！你说什么？秦放，白金教授说了，司藤小姐在这样极短的时间里强行变异。 且没有借助当年秋山所用陨石作为外力的情况下，极有可能是以其生命作为代价。司藤这种偶然变大的情况，是因为他潜意识里想维持跟你在一起时的样子，而强行营造的空间。但是他能量太弱，不足以维持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能不能言简意赅？秦放，司藤要死了。 接电话，你之前就不问他住哪个酒店啊？我哪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啊！坤儿，司藤到底有没有救？白金说没说有什么办法？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快说！吸取同族的力量，或许能撑上一段时间。可是，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给他找一个沈银灯？秦放体内有白银的力量。 分一部分给司藤，你知不知傻呀？这秦放能好端端站在那儿，那不就是因为靠白鹰的力量粘连了他全身的骨骼？现在要是给司藤，他还能活吗？也就是说，两个只能活一个。 有温柔的我，照顾着的我，而分裂出这最奇怪的我。我也想安稳的，也曾像是人吧，有情节的我和冷淡的我，那失踪了的最真实的我。我和你复杂的交集而产生友谊，而你如何看待我，然后继续。我们也明白有很少可能像平常的。 慢慢呼吸，逐渐有一点一点点的慢慢褪去，结束掉积攒的这些感情，我们一如既往面对自己，只是无法。你怎么了？我怕一切会像这气泡一样，一触碰就破灭了。 Thank you.
你喜欢看日出吗？日出日落，花谢花开，云卷云舒，燕飞燕归，这世间的万般景致我都喜欢。这五年我看了很多的美景，但都是我独自一人。我记得曾经有一句话，朝游北海暮苍梧，我虽然没有古代的神仙那般逍遥自在，但是我就想着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不管去哪儿，对我而言都是朝游北海暮苍梧。这雾太大了，恐怕今天是看不到日出了。不会的，只要等雾散了，你就能看到美丽的日出。可是我等不到了。你做了一世的死党，就不开心了一世。这一世何必要如此负累呢？前两天我看见杨苏芮了，他的头摔伤了，正住院呢。王乾坤也在，明天我们去看看他们好不好？毕竟也五年没见了，是时候解决了。之后的事儿之后再说，反正我们有大把的时间，不着急，好不好？这样才乖吗？
你不用觉得你这个样子不好意思，多可爱啊！万一到时候你就彻底恢复了呢？ 反正在你身上发生的奇迹也不是一个两个了，我对你有信心，你也要相信我，好吗？西西。 你不是西西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苟活半生，又不想为你的朋友们报仇吗？我当然想，但是司藤早已经死了，秋山杀了他了。这你都信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司藤，他还没有死。 秦芳说的没错，虽然我以前做过错事，但那比先说的妈妈，有哪个妈妈会记恨自己的儿女呢？妈。 然后呢？然后呢？
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，西西？西西。 妈妈不该把你丢下来不管，西西，你原谅妈妈好不好？没想到，司藤最后。 竟会让我用自己的力量治好了西西的腿，是他给了我弥补女儿的机会。司藤，司藤在哪儿？对了，我看司藤如今的状况，应该是自己强行异变导致的，短期内逆天而为，无异于自杀。 果然找到我了，你的人生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吧。司藤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单行线，没有回头路可以选。 自从遇到了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。秦芳，我饿了。你现在很容易饿。人这一生。 不就是图个一日三餐吗？生命啊！ 不知哪里停下，如此啊，轰轰烈烈何妨？是我啊，想再多说些话。相见吧，就算明天何妨？这一生相遇，经过拥抱，告别太多人。 承认的世界里，总是把人遗忘。听我把心话说完，带上我的想念吧。听见。
我没有拿走孔金华的力量。我知道，我去过那儿，不是为了成全他们的母女情。我知道，你只是为了做清白的自己。这也是你希望的。还有啊，我这么着急赶回来，是为了在你变成老头子之前，对你说一句话。我也爱你。你果然什么都知道。我还知道，你来世上这两遭，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愿望：做一个普通的人，过最平凡的一生。好了吗？我体内有白银的力量。你想做什么？一日三餐，一年四季，是你一直想要的生活。只不过可惜，不能陪你经历这一切。清风。秦芳，叶夫人，陪我最后再看一次日出吧。上次何思腾来的时候，我们俩就没看到。说啥呢？什么叫最后一次？我这一辈子一直在找活着的念想。认识司藤之后，我觉得我找到了。再后来，我知道自己身世之后，我忽然就明白了自己活着的意义，就是要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，永远不移不移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只要司藤愿意找我，他就可以找到。秦芳，你还没看见日出呢。
怎么又梦到那里？那棵大树。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压力太大了吗？嚯，这里的职位分布果然十分具有多样性，我们开学后的课题报告可有的写了。对了，我听说这附近的密林深处，在很多年前曾经有过一棵上千年的擎天树，某一天忽然就不见了。忽然不见是什么意思？那谁知道呢？反正当地居民对这事儿传得挺神的。上千年的擎天树，我还只在课本上见过，真想亲眼见见。擎天树，西西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这个怎么办？先扶下山去吧。先扶下山吧。严总，你看这开发方案，要不就这么定了？定了，定了，定了。啊，挣多少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把咱们苍城山推出去，推向全世界。说得太好了，太对了。那下一步，宣传找我那个老朋友库，他会英文。库，我爷爷是天上的大厨，哪个人地都有。你小兔崽子，虎头虎脑的，叔叔阿姨跟你开玩笑都听不出来。跟你叔叔瓦房当年一模一样。暑假结束，赶紧回美国找你叔叔。收拾老板。哎呀，小心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这是我同学，刚才在林子里面突然晕倒了。我看这附近也没有医院、诊所什么的，先到你店休息一会儿。包房，包房，包房。谢谢，谢谢。小姑娘怎么了？这是，是低血糖吗？小姐，你到底还是来找的。就是这儿了，司藤小姐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见到你了，我都做好打算了，把这件事情交给我的子子孙孙，直到等到你来的那一天。不好意思，严先生，我再跟您说一遍，我真的不叫司藤，我叫邢希竹。我之所以跟您来这儿，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些疑惑，想找到答案。但是，您真的别再跟我这样不知所云下去了，我同学都还在那边等着我呢。我现在说啥也没有用了。我想，你要的那个答案就在里面。进去吧。他是行了，你跟我说什么在这儿等着，不告诉我啥事儿，到底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让你问白金教授的事情，问清楚了吗？问清楚了，力量传递和去除记忆的确可以操作，但是什么力量传递？什么抹去记忆啊？说什么呢？继续说。
我想还是算了。这也太……这是我的决定，谁也改变不了。秦放，三餐，一年四季，这是你最想要的生活，只不过可惜，我不能陪你经历这一切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主人，凡事都要听我的，记住了。我叫司藤，他是我的人。干嘛非得留在一个这么冷血无情的人身边东奔西跑呢？咱们朋友一场，以后我要是路过又正好有空的话，会去你坟上看望的。别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我就是懂，你心里没有我也没有关系，但我希望你好，我希望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，不管是以神的身份，还是异族的身份，还是藤的身份，最重要的，你要做你自己。司藤，你的存在就是意义。你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知道我这份隐秘心思的人。司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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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果然又找到我了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也不管你在哪，我都可以找到你。
我就是司藤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叶夫人，谢谢。 我清楚的记得那个上午，他抱着你，这么点的你，从长命学宅的实验室里出来，他把他所有的力量都给了你。他说，他希望你能幸福快乐的过完这一辈子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 清风，你就这样生不得，死不得的过了15年，一定很难受。若我不来的话，难道你就要这样一直熬下去？司藤，我这辈子好像生来什么都有，但其实仔细想想。 却有什么都没有。我在事业上没有什么追求，在生活上也没有什么梦想，好像没有什么是必须要得到的，也没有什么是害怕失去的，除了你。20年前。 你也是这样躺在床上，我为了让你能够好起来，设局把白鹰的力量渡给了你。你之所以能好好的站在那儿，是因为你身体里有白鹰的力量，所以我叫你千万不要做蠢事。但结果你还是做了，而且还擅自抹去了我所有的记忆。 真是愚蠢到底了！我太笨了，你交代的事总是干不好。你曾经说过，想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，感受人间的喜怒哀乐。就让我成全你，这一世做一个普通人，无忧无虑的长大吧。在这15年里面，我经历了很多事，认识了很多人。 我参加了很多项目的志愿者，做了很多份工作的兼职，还去了好多地方旅游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但是，我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我就是对所有的男生都没有感觉。那时候你说我是擎天柱的选美，我就在想，怎么可能像我这样一个无着无落飘着的人，怎么会和那棵参天大树有关系？不过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就是我的痴痴满满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始终没有的那份感觉，其实是早已给了你。那时候我说，我的生命是你给的。其实倒不如说，我就是为你而生的。我的心里总是有种莫名的焦虑感，在催着自己，希望自己快一点长大，再快一点。原来我心里所有的焦虑和紧迫感都是因为你一直在等着我。严夫人，带孩子回去吧。如今这个人世间是真的很好啊，我也真的很喜欢，但是没有你的天长地久，只不过是永世独活。你曾经对我说过，你是为我而生，那么现在我也告诉你，我也愿意为你而死。怎么了？哭了？你那只眼睛看见爷爷哭了？爷爷男子汉大丈夫，从来就没哭过。大风刮的。对了，爷爷，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喊我叔瓦房啊？为什么喊你叔瓦房？因为你叔是小破瓦房里捡着的呗。这么没劲啊？你想听有劲的呀？那爷爷给你讲个外星人的故事好不好呀？
你居然还知道外星人？好啊好啊，我要听。我还知道外星人，爷爷还亲眼见过外星人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管外星人叫异族。在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有一个异族，他叫司藤，跟一棵高大的擎天树长在一起。他们在森林中共同经历着风吹雨打，世事变迁。走下去从来都不会怀疑，过去争执的话题失去了意义。